要健康，当然要记得吃午餐。今天午餐你吃什么呢？来看看，这是最新的年度亚洲呢20大最佳的餐厅。台湾虽然没有入榜，但是也列出了台湾前5大的餐厅是哪些，带您来瞧瞧。第一名呢就是小笼包，闻名国际的鼎泰丰，而老字号呢盈利兴业都是名列前茅。鲜鱼炸得金黄酥脆，老字号盈益餐厅过年前特别忙，除夕围炉两个月前就定位满场，更刚刚荣获亚洲最佳餐厅指南评比为台湾前5大餐厅。一笼笼热腾腾的小笼包，阳明国际，每到周末来客数超过3000人，因为日本观光客一定要吃到。好，谢谢。有很多元各式各样的美食，我觉得需要把台湾的美食推上国际，就需要大家一同努力。其实努力闯出名堂的鼎泰丰已经是第3年入选台湾前5名顶级餐厅，首次排名就夺冠，靠的是招牌小笼包和凉拌云耳。第二名主打川洋料理的盈益餐厅，招牌菜文思豆腐展现师傅刀工，一块豆腐切成5000细丝，冲开微面也要微上20分钟才到火候。他们的官邸去做外汇，哦，那金国先生也是一样，哦，那像这个严家淦啊，哈，他们这些都会来过。至于第三名的兴业餐厅，以煎猪肝、菜脯蛋等台式料理获得青睐。特别的是，第四、第五名的乐木、La Cocotte 都是道地法式料理，主厨强调顶级法国菜在台湾也吃得到。透过这本知名新加坡餐厅评鉴，台湾美食再度登上国际舞台。中央新闻曾建勋、陆毅台北采访报道。